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马祖连江县县长刘增义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阖家平安，诸事大吉，也欢迎大家来马祖卡六。三、二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马祖连江县县长刘增义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阖家平安，诸事大吉，也欢迎大家来马祖卡六。